先办。我先办。我是强力。为什么我要这样？你等一下，我有点忘记。今年那个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来，今年啊，要我讲，来，快点，快点啊！赶快，赶快，先讲。今年最温暖的冬季恋歌，对不对？好了好了，等一下，4/18好了啦。好，我知道他的。用夏天的雨写一首诗给你，秋天到了，让我们相爱吧。真的很用心，真的很感谢他。对，还有背后有很多制作团队，真的是没有他们，就是没有这么好的一张EP， 还有专辑这样子。当然，我们最后要感谢的就是在台下的你们所有人。对，没有你们支持，我们也没办法站在这边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最后一首歌要来一下喽。好，四个人大合唱一下。师姐的歌，大家都知道。很聪明的你们，等一下，怎么是不是在哭？哦，好，对不起。我以为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了啦，好了，没关系了，没关系了。知道持续最高的，很快了。OK， 我们现在话不多说，带着走。快点，快点，死神！